我是一名画家，这十年来，我一直努力不懈地埋头苦干，就为了梦想，总有一天我能变得跟我小时候最敬仰的那一名画家一样的厉害。而努力下来，如今我走到这一步，我的偶像却也离我而去了。为此，我要把我这一段时间所学习到的所有知识，累积下来的所有成就，依次展现在这一幅画作上，以表达我对这一位画家最高的敬意。AI， 帮我铲悼念图。愿你的在天之灵能获得安息。